呢个系经活化后嘅中环街市。哇，中环街市好靓啊！虽然地下嗰层咧个位置唔算话好大，但我都觉得值得嚟一嚟，嚟一次啦，感受一下啦。咁佢地下有啲餐厅，有啲室外位置可以坐嘅。好多嘢食咧，都系集中喺 G4 啊嘅。我哋冇喺中环街市嗰度食嘢啊，咁就净系到此一游啦。而家咧就出发去西环一间好 grand 嘅餐厅嗰度食饭。哇，间餐厅嘅位置系喺一条亡命斜路嘅上面啊！到啦 ，Infinity 啊！是不是很高级呢？而且啲餸菜呢好有特色的。你在做什么咖啡？他的东西吃得很漂亮的。餐具都很 elegant 啊。